嗯，店长，我估计他也不会告诉我。欢迎大家。要看 A7， 我们是有 A7L， 我身后的这个是 A7L。君姐，君姐，来带大家看一下车吧。自己给自己点点赞嘛，我怎么这么可怜啊？问你店长，问店长干什么？2.0和3.0都可以选，几天后就停了。啥意思呀？这样子啊。我们这个先行版它是标配了电吸门和电尾门的，我们后面是有一个电尾门，直接通过按钮就可以打开这个车门，在我们 logo 的下方。我来的时候，我来到店里以后，应该就是只有这个黑武士白法师可以选红内了，其他配置选不到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我没有听他们说过哎。他说了几？他说了几天？哦哦哦，1月17停的。A 七的话是在17奥迪，我们这里是上汽奥迪。对啊，我没有 A 七啊。嗯 ，A 七不在我们这边，就是他说他选的是新荷兰的红内饰。是吗？